张先。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志贤从今天开始就以实习律师的身份在所里工作，恭喜。哦，大家以后多多指教。哎，方律，所长，志贤是。律师资格在那边装法柱，干扮猪吃老虎哎！你是猪吗？啊？张志谦当法柱是扮猪吃老虎，我要照你逻辑，你不就是猪？不是啊，骗我们这么久呢。那他说不说你都是法柱啊，有差吗？虽然说是这样，可是我们跟他同事那么久，体模很差哎。体模级啦！再抱怨你也不会变成律师啊，是检察官忙归档。啊，你完全没反应呢，方律，你可不可以当我指导律师？我要离开金琴喽。有必要为了拒绝我开这么大的玩笑吗？真的要走啊？等案子交接完就走。那，在你离开之前，当我的指导。我帮了你那么多事情，是不是应该要换你付出一点什么？哼，嗯，方律，快脱嘛！你累了，我可以帮你按摩啊，帮你开车啊。而且你看，我这个肌肉哦，练得跟马一样强壮，帮你做牛做马。神经病！拜托。我没有意见，叫上面的人同意。上面不会有意见的，放心。